哎呦，这是悬崖，吓死我了。我觉得我差不多。可能快找到了，过不去，走吧。嗯，对，我现在是斧头帮，一斧头一个。喵的，有小白，还要往上面走。哇，这里有城墙了，我感觉我离他们越来越近了。这还有房子，哇，蜘蛛！我看到了什么？有蜘蛛网，这里这么大，哎，我怎么跑这么快了？哇，我进入了应该是蜘蛛的洞穴。射！射！射！那个射过了，再射，射，射！哎，走位！哎，走位！射！射！射！炸撸！一小捆剑，等等，两边要去搜一下，万一哎，看吧，我就说两边就有可能藏好东西，虽然说只是一些经验吧。没了，继续北下。哇，新目标释放村民，看来我找对地方了，同志们。现在咱们要过去。哇，哇，怕你们吧，没有什么是一斧头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的话，再来一斧头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哇，他直接遁地了。咱们如果把村民全救了，肯定任务就完成了，所以说在救村民之前把僵尸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我们让你释放魔法，两斧头，一斧头。太脆了，这些僵尸不是我的对手。补给，哎，我以为宝箱呢，原来只是补给。好，看来是把村民救了，咱们就能出去的。好，接着走，下面估计不好打。小白挺耐打的，刚才僵尸直接被我打飞了。
哦，好多动物呀！啊啊啊！新目标：离开苦力怕森林。打开宝箱，发现秘密。但是咱们地图上的东西没刷完呀，还差两个秘密，一个宝箱。我中箭了，看到没？我身上插了一根箭，没了。咱们现在可以走了。These villages are free from the clasp of the illagers, all thanks to you. 被我救的那些村民都来感谢我，那么他们是怎么感谢我的呢？